海冰对人类是一种困扰，却给某种新生命提供庇护。一头斑海豹出生仅三天，它不会游泳，甚至不能自如爬行，没有母亲的保护。 幼崽将无法存活，斑海豹母子之间联系紧密，母亲绝不让孩子远离视线。但海豹宝宝只能在妈妈身边生活一个多月，在此期间。 他必须完成换毛、断奶、下水的成长过程，然后离开母亲独自生活。渤海和黄海北部，世界上纬度最低的结冰海域，也是斑海豹在全球最南端的繁殖地。相比高纬度地区。 这里浮冰融化的更早，小海豹的体重在10天内增长3倍。海豹乳汁脂肪含量很高，是小海豹快速成长的保证。每天，它要吃5-6次奶。咦，妈妈呢？ 这是个信号，海冰正在融化，或许小海豹尝试下水的时刻到了。在妈妈的鼓励下，海豹宝宝第一次离开浮冰。可海水也太冷了吧！